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上海欢乐谷相遇聊天区分享头风向，我是本项的主持人，很高兴来提供安全解说服务。本项只适合身高在1米2以上，身体健康，有肝胆大的朋友乘坐。防范有高血压、低血压、心脏病、头晕、腰椎颈椎、背部疾病的一个当器官疾病，习惯性流鼻血、老年人、妇婴、久坐以及身体不适的朋友，或者参与本项。 现在就右转方向，东秀品眼镜、帽子、包包、手机、香烟、打火机、鼻烟卡、身份证、矿泉水。 我又来了，我又去了，我这个车。
我们的双手。